我是咱们兰州客葫芦阮氏葫芦艺术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叫做阮西月。然后呢，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开始从事这一门手艺的。说到传承，其实从小就受到了耳濡目染，每天呢接触的身边的玩具都是以葫芦为主。但是从小妈妈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所以还是以文化课为主。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回归家庭，端起了家族的衣钵，将这一门手艺呢传承下来，一直走到了今天。但是说到传承呢，如果只是坚持传统的这样一种艺术表达，可能会容易走起来比较艰难。所以作为第四代的传承，自己又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比如说要在守正的同时要创新。所以说我们在原有的这个雕刻手法和技艺的同时呢，在题材上面包括葫芦的这个实用度的开发上面，都有不断的去尝试着做一些新的改变。然后呢，也就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葫芦的衍生和文创，所以是希望它老树开新花，每一代的传承都有不一样的定义。说到非遗，大家都是会给它贴带着一种滤镜，觉得一定是作者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去做的。但是非遗其实也有给它另一种可能性吧，就是我们通过自己年轻人的审美，自己年轻人的脑回路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随着兰州的客葫芦被列入到非遗的保护名录当中呢，有更多的人在重视这一门老手艺，包括也有更多的人想要把这个葫芦带回去。可是我们做的人已经普遍年龄大了，得有一个新的接班人去做这件事情。随着年龄的增加，因为已经有十几年过去了，我觉得会自己沉淀下来。客葫芦呢，不仅仅是带给你一些社会的荣誉，或者是它带给你生计的一个途径，最主要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通过客葫芦让自己的心找到一个安放的方式，让我能在一个短暂的两三个小时内能安放自己的内心，滋养自己的内心。说到非遗，刚才提到了大家对它的标签，就觉得是老手艺人，可能没有传承。但是呢，在每次参加活动的时候，我都跟很多的老手艺人站在一起同台的时候，我觉得底下的人对我投来了非常惊讶的这种眼光，或者说天哪，现在这个手艺已经有很年轻人在做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很潮玩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坚定要把它做下去的一个方式。以及呢，我们通过市集沙龙更多的形式让人们去了解了这一门手艺，我发现它可以以一种新的定义去存在，有一种新的概念去存在，这是我力所能及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坚持也是更有目标，更有理想的想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